乐的起源时间为1956年，发掘理念来自于大自然。当人们赤脚走在树干上、土壤上，有软、硬、凹、凸不同的表面，可以使人达到放松及舒缓的效果。Roller 的材质是使用欧洲的榉木，如同欧洲当地的家具。榉木具有防霉、防潮的功效，也可直接用清水清洗，重点是它很耐用。至于两侧的轮子则是使用橡胶制作而成，橡胶具有良好的摩擦力及避震的功效，避免在使用 roller 的过程中会有左右滑动的问题。直接使用，我们先挑选一张高度合适的椅子，大腿与小腿需呈现90度，臀部可坐置于椅子的一半。当位置及姿势都准备完成后，即可开始使用。我们先将脚板放置于 roller 的正中央，前后需大幅度的滚动 roller， 从指尖慢慢的滚动至后脚跟处，记得一定要慢慢做，可确实刺激我们足底的筋膜及训练小腿肌群和腹部核心，可做3到5分钟。接着也可加重力道，将上身加压于膝盖上，加重刺激我们足底筋膜的力量。加上蓝色项圈，项圈有分为 S、M、L 3种 size， 我们先使用 M 号项圈，套置于我们双脚的大拇指上，一样需大幅度的前后滚动，双脚同时间慢慢的向外及向内滚动，可确实达到舒缓拇指外翻的效果。当训练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可挑选小号的 size， 我们拿 S 号的 size 来使用，加强拉伸拇指外翻的力度。至于 L 号的项圈，因项圈较大，需加上指头的力量控制项圈不容易脱落，可同时多处训练我们足底的肌群。单脚滚动模具，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支撑点，例如桌角或是墙面都可以。再来将单脚踩在 roller 上，身体重量集中于施力的脚上，前后左右外转内转，这个动作可全方位刺激我们足底的筋膜，记得一样要慢慢做。按摩敲打使用，Roller 也可用于敲打身体的经络，达到舒缓放松的效果，例如肩颈、后背、胆经、膀胱经等部位，力道请自行控制。点对点练习，首先将3个项圈放置于地上，利用前掌及指头的力量将项圈移到另一个点上，这个动作可以训练足底肌群，加强我们足部的核心。